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啊，这个时候看着天上一架飞机过去，然后这个地方是飞机在转啊，飞机在转，飞机在转的时候，飞机啊刚才是在这样飞啊，然后被压下来了，往有点往下压的感觉啊，有点往下压的感觉，压到紧贴到我的脑袋啊，飞过去了啊。所以飞机的飞行呢啊，对地球上的那个很多方方，对地球上方方面面还是有影响的啊，还是有影响的啊。所以这些因素我们平时要考虑在里面啊，生活当中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啊，不考虑进去的话，有时候发生灾难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。好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